你怎么能这么说姐姐呢？我刚刚故意听到你们说什么了，而且后天就是奶奶的生日。闭嘴吧，大一点的，我不管你吃饭，我看你根本就还敢拜着。你说，一路身子弱，别吓到她。有什么事儿你哄我就行了。我骂她，关你什么事儿？上，卑鄙！姐夫，你别听我姐的，你才不是废物。 神经病吧！后天就是奶奶的生日，养你穷酸样！ 别到时候空手去给我丢人！谁见过这个？还不快捡！安澜集团写在了你名下。 喂，唐总，怎么了，少爷？你刚刚换两回事。你的宝贝儿非母亲。我家那个窝囊废一会儿就回来。他回来又能怎么样？ 我还怕他一个废物不成？<笑>去哪儿啊，废物？这可是你呀！你个废物，这么晚回来打扰我的养性，兔崽子！难怪医水看不上你。你看看你这窝囊样儿。对呀，你哥说的一点都没错，他就是干啥啥不行，吃啥啥不上。<笑>你们两个要太过分了！过分。 对一个废物有过分可言吗？我们家一条狗都比他尊贵。<笑>赶紧滚吧，废物！废物！废物！姐夫别生气，犯不上。姐夫，我姐就是有点碎嘴。 他们真的没什么，你也不是废物，而且，我相信你一定能行的。不能让这个骚狐狸再嚣张下去！你是不是有病呀？离婚吧。 林克，喝你假酒了吧你？克服我离婚，你是要和西北分手？真是怕了！这些钱够你用一辈子。谁稀罕你的臭钱？ 还有，这个婚老子离定了。哦，对了，你放心，奶奶的生辰我一定会风风光光的出现。你这样也不要脸！
来，兄弟，晚上喝点。喝个屁呀、啊！今天老同学聚会，你那个号码欠费我打了一天了。呀，这不是鼎鼎有名的王家大废物吗？哦，废物今天也来参加老同学会了。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林克同学可是王家最牛的废物，不论是吃的、喝的、穿的，都用的是王家千金的。他呀，吃软饭那叫一个香啊！那得怎么吃啊？我只知道这个窝囊废呀，什么都不用做，有钱花，而且可以破烂女人睡的。哦，这种好事我也可以做。能个屁呀、啊！那么容易呢？这个废物连他老婆手都没摸过啊！怎么，你跟王医生很熟啊？能酸呀？真是能酸！够了啊！嗯，什么事啊？你们两个穷鬼，我等着。我带你们搜罗最大的包厢，现在赶紧给我过来一趟。陈哥，怎么了？你们俩，你给我出去！说你们的没听见？房子，哎，你干嘛？你这么大酒店，你还要干什么？干的不是人，是废物。你走，还有你，走，干什么呢？把手给我放下！他们俩在咱们酒店里吃。搞错了，我才是贵宾。瞎搞，董事长好。安排你个任务，不然我们这些同学，我们的队包括都是由我们发的名。你文化水平，哦，小妞跳水了没？干什么？关你什么事？给老子滚！少管闲事啊！算你小子狠，赶紧滚！醒醒！对。听说新房子的床又大又软，嘿嘿。韩叔是真办事啊，整个一个高调。你离开我，我别离开我。不离开，不离开，离开个屁！都是我不。是我误会你了，别离开我，都是我错，都是我误会的。哎呀，天奶奶上阵，没时间了。嗯，昨天见你喝多了，不知道把你送到哪。端午时节是先送你上班，我这么大的房子在这儿，我又不能跑。嗯，走吧。安逸洛，你别误会，听我解释。那个车是怎么回事？那个女的，你这车是借的，明天不是你的生辰吗？借了长长脸，这不借个车顺便补滴滴吗？赚点小钱。我是来给奶奶买礼物的，既然遇见了，那就一起吧。好。哦，你看这是谁呀、啊？我是你啊，别跟废物待在一起，否则呀，你也会变成废物。
这车是你明天借来租厂的吧？瞧你这穷酸样，借什么也改变不了你。不是人都到齐了吗？没三点还没有，还等等，还差八小时的拉车队。人都到齐了，那就走吧，上去吧。狗来了。你这是把谁家车撞了？赶紧给要送回去。奶奶受身，别搞事情。二叔，这成不了气候的人，你跟他费什么心？你真能胡闹。来，看。我给你介绍的，他叫李卓，年轻有为，自己还开公司。嗯，还算是一表人才。奶奶，您为什么现在还不进去？你都来了半天了。不让进，说是开会，开会啊！这生意都不做了，就是。原来是到安澜酒店拍酒啊，来我地盘就看我表演了。这么嚣张！王家奶奶生辰宴，为什么还不放进去？你算哪个聪啊？今天这有重要会议，天王老子还都不行？天王老子。我就是天王老子，我今天还就闯了，我看你拿我怎么办？来来，我看看谁敢说，谁要是敢说，就把你们送到拘留所过生辰。今天王家奶奶过生日，你这么没有眼力啊！就给我开一个最好的包间，放最好的宴客。好的，我这就去办。奶奶，刚被林克的表面给迷惑了，要不是因为李雄帮他的徒弟，他哪有那么多资金啊？你不知道，林克那个窝囊废，不光一窝这个狐狸精都带在一起，我才林克呢，害怕啊！没有奶奶，你自己说，林克今天把我扔给房间里，去找这个王一洛，林克知道，林克都好久没有那个了。别管了，为什么不能说？要不是因为这个贱人，我跟林克怎么会闹到离婚这个地步？没事吧？你看你把奶奶气的，你给我滚出王家！你是结婚整整五年，五年你一根手指头都没有碰，和你行过路，我是整个别墅区都知道。小兔崽子，这有你说话错吗？还不给我滚！算了，待着没什么意思。你说的快，长远打算。什么话？你说的什么话？你看，天气空着手来。林克，你可真给我丢人呀！李哥，把东西拿上，给这个穷酸的狗东西长长见。王家人果然厉害，这些人都请得到。安爷，您怎么来了？王奶奶过生日，王家人自己办。刘经理，您怎么也来了？真是太客气了。好几天都没来，是吧？看见没，熊总？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我们王家的场面。老叔，帅爷，不知道这次宴会安排的您是否满意？好，倒是挺好，可惜就是菜有点凉。啊，叔，您不是在开会吗？为什么？开会也没有您来的重要啊。行，那今天大家都来了，正好一起给王奶奶过个生日。
错，别演了，上哪儿找的这么多演员？丢不丢人？给你钱是让你给奶奶买礼物，不是让你找演员演戏。小文女士，这是我们安澜集团的事儿，你注意你的措辞。从今天起，我和你们王家不再有关系。哎呀，严重了！你说奶奶对你干嘛？你怎么明天就死呢？我还给你当上少爷。哎呀，哎，这还是我认识那个姐夫吗？他的变化好大呀！啊，算了，今天奶奶生日，不要因为某些狗日破坏了气氛。你想让我把你赶出去吗？眼睛啊！大爷的气概也是挺算相。这里是安澜集团总公司，不是什么人都能进来的。这里边也没写进入的要求。哦，原来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啊！明天记得穿西装打领带。你也没穿啊！我是谁？你是谁啊？你给我注意说话语气，不然我让你在公司待不下去。哎，算了算了，跟他一般见识干什么？你真是晦气！哎，外面人都得进公司，一股味儿。妈妈给我吧，我带你。耍好人。我会让你后悔的。妈，我被人欺负了。别人不挑我啊，我是我是。你的外卖呢？啊，好的，谢谢啊。刚才门口拦着外卖不让进，我帮你带去。谢谢啊，林哥，你是懂。周队长，我可是配合你的，想要装作平民就要做主平民。你敢调戏董事长？我操！别给自己加那么多戏，好好工作。小心我扣你工资！这有什么的？在公司，恶霸被教训的还是很少见的。这么说，他能力强？能力强个屁！还不是因为他哥哥是阿兰集团的第二大股东。真是越来越有意思。你们两个在这儿嘀咕什么呢？啊，工资不想要是吧？公司把你们请过来，是让你们两个在这儿开的吗？陈总好。他是陈总，陈总。哎，就是你欺负的我妹妹是吗？是我，怎么了？你胆子挺大呀，知不知道这个公司是我说了算？你是新来的吧？你只要在我妹妹面前跪下，好好的认个错，今天我就饶过你。否则的话，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出去！你也不去公司打听打听，这个公司谁敢惹我？那我呢？不是说教训，这不是教训属下吗？早就听说你在公司滥用职权，非想罢工。今天这一见，董事长，你这准备好了，那咱们走吧。哎，蓝叔，你来的可真是太凑巧，我这证据可刚搜集一半呢。哎，原来是误会，误会。既然董事长你已经回来了，那咱们的会就没有必要开了。这会是你说开就开，说不开就不开的吗？你真是越来越过分。哎，别生气了，身子才重要。什么问题？我倒不想。我是不是要完了？还不是因为你，你说你平时低调一点不行吗？这一下子把我的所有计划全部都打乱了。这可得完了。真不愧是我们天使第二次吧，真是所有的精英都不一道是相信我，在不远的将来，我们安澜集团还会重新回到原来的排位。那可就让诸位费心了。我们努力了。
别人的初恋都做好了，接下来我就请你吃饭。张亚中，开会迟到了，心里没数吗？别让站着。以后啊，只要你们老老实实跟着我，我就绝对不会亏待你。可但凡你们有人要做了害群之马，做出了损害公司利益的事情，维克对你们绝对不会饶恕。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手机录音。真的，知不知道这家公司是我说了算？看样子你是请来的，那你就下跪跪在我妹妹面前，好好认错，我就容了。得到，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出去！你怎么这么没素质？你这属于滥用职权，你这是践踏人格。啊，这样吧，我们举手表决一下。王一晨不把行动权力上交的，请举手吗？我这是背了吗？老张，就是这个公司，很可能会撬动。好了，没什么事的话，大家就散了。一会儿回到你办公室，跟办公室待一会儿，我忙完事有什么事情。启程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说。好，你先等等。董事长还能等到我来找你？你快别跟我贫了，要是被董事长发现了，我不好交代。我不，太穷了，那就先这样，你别扣下了，我不跟你计较。你要是继续在这不肯走的话，我工作可就没了。哦。哦，原来你也是这个公司的员工呀？那你还不快去干活？等会儿没了工作，我们怎么吃饭？长，你不会是想潜规则我吧？电视里都说董事长和秘书会有一腿。少爷，想到少爷到这个，不用解释，安叔是过来人，懂的懂的。对了，安叔。你说找我有什么事来着？没事。大叔，这个视频是从哪里来的？科技边缘的人寄来一张 U 盘，这里的公司要开董事会，可以继任董事长，两件事情要先办，所以先前就没有找到你。你父亲。就再也不出现了。哎呀，安澜集团失去了龙头，真是混蛋。知道了，你先出去吧。兄弟，该是轮到你的时候。兄弟，来我身边吧。好。
感觉快要不行了。幸亏对吴念才放假，有你安安照顾。没有你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有坚持。你放心，奶奶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的。姐夫，你一定要想想办法，王家不能没有奶奶，至少现在不行。你们要干什么？这儿没你的事儿，赶紧给我出去！我也是小奶奶的，信手不是十八九。奶奶，看你活得这么苦，我送你一程。什么？到底是什么？太好了，果然还在。怎么有？刚才连兄跟王一水来过了，我也不知道他们干了什么，然后奶奶就……对不起，奶奶，我来吧。我家这次真的要变天了。我如果不能将我们家继续待下去，我会立即恢复住待下。哇，师兄你好厉害，居然可以三秒就能聚气。你又不常练习，师傅教给我们的分寸又不一样。你那飞檐走壁的功夫，老毕也没学会。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！哎呀，没想到师妹的功夫竟然如此了得。那是当然，你也不知道让着点我。哎，你忘记了是吧？师傅跟我们说过什么？切磋要全力以赴，这才是对对手的尊重。师妹。知道了，师妹。嗯，此次出山路途遥远，你一定要听话啊，不然我可真不带你。那我们能去多久呢？也许要很久吧。出山？师傅。人间有难，需要我们师兄妹承担。此次一去，凶多吉少，您在天之灵保佑我们。这么多年没见，变成什么样了？哦，等一下，没穿衣服呢。要不就是你没穿衣服。李洛，你现在有点太酷了。哥哥，你说今天会有个神秘客人来，他到哪了呀？我也不知道。啊，那你给他打个电话不就好了？
我想哥哥的神秘客人应该跟哥哥一样，风度翩翩，文质彬彬。好，这话虽然这么说，但是我这个朋友他没有手机，我也联系不到他，只能等他亲自走访。啊，现在还有不用手机的人啊？嗯。第一次见哥哥这么严肃，这个神秘客人看来来头不小。哥哥今天穿这么正式啊？老朋友了，已经许久未见。那我去化个妆。哎，别了，感觉他们应该快到了。好兄弟。嗨！哎，有卡着。好兄弟，叫人给你接话。哎，嗯，啊，季百娘，我怎么就交了这么个酒鬼朋友？怎么了？我是警察，进来结账。走吧，结账。冷静！总有人给我找麻烦。不不，是谁找来？打架行，能不能别打脸啊？都说了别打脸了。小心！别说！去安南军情别墅。少爷，你怎么样？这个节骨眼上，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情？班长，时候不早了，你也赶紧回去休息吧。好的，谢谢这几个多谢，辛苦你了。李哥，这段时间你就算挺照顾我们，我们家恐怕会有天翻地覆。而且你失踪一段时间，我一睡恐怕会更高兴。李总，你要相信我，我一定会给你个交代。我在王家这些年，只有王奶奶和你对我最好了，这份恩情我是绝对不会忘。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。真是辛苦二位了，第一天到天市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。这有什么呀？其实我们已经好几年没有活动筋骨了。哎，这冷不丁动一下还真不过瘾。是啊是啊，我这每天在山上都快无聊死了，还是下山比较好玩。龙兄，我能麻烦你个事情吗？客气，我们下山来不就是帮你，但说无妨。哎，这个东东用不上。对吧，很奇怪啊。怎么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？这个人我感觉好像在哪里见过。在哪儿见过？哎呀，时候不早了，你也赶紧回去休息。好的，谢谢这几个多谢。辛苦你。李哥，这段时间你就算挺照顾我们，我们家恐怕会有天翻地覆。而且你失踪一段时间，王一水恐怕会更高兴。李洛，你要相信我，我一定会给你个交代。我在王家这些年，只有王奶奶和你对我最好了，这份恩情我是绝对不会忘。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。真是辛苦二位了，第一天到天市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。这有什么呀？
其实我们已经好几年没有活动筋骨了。哎，这冷不丁动一下，还真不过瘾。是啊，是啊，我这每天在山上都快无聊死了，还是下山比较好玩。龙兄，嗯，我能麻烦你个事情吗？客气什么？我们下山来不就是帮你？但说无妨。哎呀，别了。嗯，这个东东，认识？哼，对吧？很奇怪啊，怎么？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？这个人，我感觉好像在哪里见过，在哪儿见过？见过？你确定吗？你能想起来在哪儿见过他吗？时间太久，忘了。你们修行者不都过目不忘的吗？哎，你不也修行者？什么是修行者？我们家族和龙家是世交，当年我爹对龙家有救命之恩，为了报恩送给我们家一本秘术，据说是修养身心的。我爹当年只管把这本秘术带回了家中，对书中的内容他却从来都没有看过。这本秘术我也只看了前面的几页，可能是练得不到位，一直没有参悟其中的修炼方法，如今又不用来垫桌脚。林克，这大宝贝儿你不好好珍惜，你拿来垫桌脚，这是我家上部秘术，你垫桌脚，垫桌脚。这部秘术上部修养身心主攻内，下部锻炼外力主攻外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闲暇之余你就跟我修炼秘术吧，到时候对你的身心调养也很有帮助。那就麻烦龙兄了。说好了。不再有出现。谁？怎么了，一路？我睡不着，有点害怕。怎么了，一路？我睡不着，有点害怕。可这样真的好吗？那怎么办？睡不着的话，真的很害怕。只是今天一天你是谁？想做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刚刚那个视频里的身影特别像你。你的意思是我自己绑架了我自己的父亲，然后还给他撕票了？我刚才认证过了，那个人不是你。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已经禁用的秘术，而且已经失传很久了。刚才你给我看过的那个视频里，那个身影我特别熟悉，但是当时我实在想不起来那个身影是谁。回到房间后，我越琢磨越不对劲，直到后来我才想到，那个人就是这个秘术俗称易容秘术。易容秘术呢有两个分支，一支就是易容术，而另一支则是形体术。形体术则是把一个人的身体形态完全变成另一个人，在古代的时候四个人，而且成功率极高。那个人为什么非要变成我的样子？或许他想以你的身份去做什么只有你才能搞定的事儿吧。事情真是越来越离谱。易容术，晚上好，林总。哟，小娟，怎么着？有约会啊？没有约会，不也要穿的光鲜亮的吗？嗯。
狗改不了吃屎，臭流氓！真是不让人喘息啊！是我给你做的点心，那天这么一看，好像不配。我不配谁配？他吗？安叔，不是我请你吃经理的点心啊？哪呢哪呢？哼，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吧。配的。安叔，有什么事儿？最近平竹那边有动静。哦，哎，现在安澜集团第二大股东陈竹要撤走股份，他的股份占比对安澜集团来说比较低。哦，你帮我查一下陈竹最近跟哪些公司交往比较密切。我这就去查。废物！没我的跟踪从来没有被发现过，难道有高人指点？我是就在二层中央。我们王家若是要继承家产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，遗产继承书会在一周后寄到继承者的手里，而且王家的继承书上有一个特殊的印记，这个印记只有遗产公布人有权利盖上，没有涉及到遗产发布的无关人员是不会知道这个印记是什么样子的，所以就没有遗书作假的问题。最重要的是，想让王家上下都承认你是继承者，必须要在宣布遗产书的当天，当着大家的面去拆掉装着遗书的密封袋。这一繁琐的操作加大了遗产继承的难度，所以如果没有经过周密的计划和切实的操作，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轻而易举的就将遗产继承书销毁的。来不及了，试一试。将军，都怪你，非要见那个谁谁谁。现在好了吧？家里进贼了。完了，遗嘱。你转在吗？东西也没丢，
房间也没乱，这人到底进来图什么？真晦气！幸亏遗嘱还在，不然咱俩都玩完了。白天那个人，你还记得吗？我总觉得这个人在哪里见过，到底在哪里见过？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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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想这么多也没用，这不遗嘱还在吗？早点休息吧，我累了。陆霄，你说你今天跟踪的时候被发现了，很奇怪。其实我一直对我自己的跟踪技术特别自信，但是他们好像就知道我的来意，前后都不知道。我感觉不是太巧，我刚进王一水家，还没找到遗产继承书的位置，就被他们发现了。怎么能在不拆公的情况下进行替补？绝有可能。悠悠，你不要自责，这王一水和李雄绝对比你想象的还要狡猾得多，而且这次之后他一定会更加的报复。那我今晚再去试一次。先不要去，我们现在要求稳。以我对王一水的了解，这次他会把遗产继承书放到一个连李雄都不知道的位置，所以你去了也只能是自动落网。要不还是我出马？没有意义了。陈竹和李雄合作，再加上一个王家，这次对我来说威胁太大了。这王一水千方百计的想拿到遗嘱，陈竹又突然想和李雄合作，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这两件事的终点都是这个李雄呢？算了吧，各位都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哎，师妹，一个人在山下，凡事要多留心，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善良。哎呀，行了，唠唠叨叨的，不去了。哥，我希望你可以真正的研究秘术，成为一个能够保护自己的修行者。我心知此次出山并有秘术，请接力。师傅，你还好吗？你在那边有没有想我们啊？别走呀！